1996年，不上班孕妇回娘家的生活。哪怕就几分钟，我想要听这歌，跟你聊聊星座，看电影，逛逛街。早上好，现在是吃拌粉，这是我们赣州人的早餐。好喜欢这种人间烟火气。你真的好小一只啊，在我边上写的。来喝下午茶，这吃蛋糕，听说这家还不错哟。我表妹说这家咖啡厅的蛋糕还不错，然后提前订好了几个蛋糕，种类蛮多的，但是就是要提前预订，不提前预订的话可能还吃不到哦。然后今天是工作日，人也没有很多，所以就我们包场了。然后我妹也来了，扛着个大相机帮我们拍照。谁懂啊，有亲姐妹的快乐。我们三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小时候吵吵闹闹，长大了亲密无间。亲姐妹之间的聊天就是无话不谈，有的时候有些心事甚至没有办法跟朋友说，在我们姐妹之间就是一个大吐槽的动作。聊完天之后我们就出来逛街了。这家店我还蛮喜欢的，每次回赣州都要来看一看，但是可能不太适合最近的我，因为肚子大了之后真的很难买衣服，但又不是很想穿专门的孕妇装，所以呢就只能穿这种小裙裙。不知道是不是到年纪了，感觉就很喜欢穿这种亮色的衣服。然后我们还去 UR 逛了一下，这件就不太适合我。哦，赣州最近真的超级热，想买这件短袖，太热了。已经逛晕了，困死了。现在是买菜，回家做饭吃。孕中期看到这种面包，我真的走不动路，真的很喜欢吃哎。欢迎。这个是我妹的小空间，其实他们两个的公寓就是挨在一起的两隔壁，住得近就是很爽，很羡慕他们随时可以在一起吃饭喝酒啥的。小时候我们三个经常扮演 SHE， 我是 Selina， 我表妹是 Hebe， 我妹是 Anna。 有一次我爸过生日，我们三个还彩排了很久，然后跳了一个不想长大给我爸妈看，没想到我们现在已经长那么大了，我都要有 baby 了。哎，时间过得真快。
们两个姨也太搞笑了吧。怎么手抬动？我感觉怎么这么？